Hello， 小鱼子，这一集开箱 Descendant 这一季的 Canadas 金鱼刺绣，然后口袋衬衫，设计很简单，就是一般的口袋衬衫，然后有刺 Descendant 的 logo 电绣 logo。那这一件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说，它的材质是用牛津布的，那这个材质真的摸起来很舒服，然后有肉，就是有那种肉感的感觉。厚薄度其实还好，不会到太厚，像我现在在冷气房穿也都还蛮 OK 的。好，颜色的话，这一次有出白色的跟这个浅蓝色、天蓝色的。那我身上这件是1号，啊，这件是2号的。OK， 那我的上身比较瘦一点，所以穿1号是 OK 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177。好。那大致上是这样。那这一件的话，在日本发售的时候非常抢手，目前剩下一件白色2号。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或是版型问题，就透过下方的连结联系我。拜拜。